好了，来看看今天啊，是给大家伙带来家乡直播，来自于我们的降临啊投稿啊。降临其实他一直以来都是没怎么投，然后这次做了一个最新版无双的无伤啊，无双版的无伤天王难度，也就是说最高难度的诸葛亮无伤啊。诸葛亮当然大伙知道天王一命是最简单不过的啊，对吧？因为这个诸葛亮这个人本身作为军师啊，你也懂的啊，这个是整个三国战纪菜鸟和高手都绕不开的这么一个人物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种情况下跟大家伙讲解一下啊，因为这个无双版呢，虽然说一直在更新，然后每次几个月更新一次，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最近呢就是更新时间很长了啊，当然呢再长时间也就是作者的本意呢是让它变得稍微的难一点啊，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。那这个降临这次投稿呢，我估计他也是炸了很多次啊。这个无伤呢听起来好像觉得哎呀这个版本好变态，无伤很简单啊，对吧？但是我个人觉得不是的，因为我跟你们讲啊，就假设这个，好，我高一点啊，游戏声音高一点。假设这个游戏呢，你把它调成这个什么样呢？你把它调成咱们的这个游戏，就是怎么说啊？就是，怎么说啊？你把它就是把这个变 boss 啊想得非常变态，但是呢，咱们有几个神器，比如说，隐身衣，这个是永远都绕不开的，因为这个游戏你只要有隐身衣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自己就是无敌嘛啊，说是隐身其实就是无敌的。然后再有一点呢，就是可以通过自己各种各样的延迟无敌判定的技能，比如说必杀、神来啊，包括无双等等来打，就是害怕就一次失误。因为无双版本身游戏剧情呢也是满的，它虽然说不像噩梦版和这个其他版本啊，就包括这个战神无双版呢多了一关，但是呢它是剧情非常完整，所以说你懂的啊。然后刚才我是把游戏声音又加大了一点，那如果游戏声音还是听不见的话呢，我可以再加啊。主要是听老李的啊，因为这个别的人的话咱确实不敢相信，因为没法说这个事儿啊。然后无伤方面上呢，咱们你看一下啊，暴气的话呢咱们可以无限雷霆万钧，但是这招呢大家伙都知道，其实积累主要是为了抢分。你看打中一下的话呢是有这么一个奖分效果，主要是为了升级的。然后呢暴击效果消失之后就不能无限雷霆万钧了。这个雷霆万钧呢并不像这个原版的119雷霆万钧那么具有这个针对性，它是属于就是无限的一个套路，所以说它并不是100%能打中的啊，这个而且几率还不是特别大。这种无伤呢，因为你升级的话呢你懂的啊，因为你升级的话呢还会有这么一个路子，就是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呀，就这个很简单，就是因为这个五级一个长血格，所以说一会儿他到二十级之后呢你会发现就无所谓了，因为到二十级了之后必然还是有这么一点点的这个一大块血。你看比如说到十级之后就多了这么一块血，你觉得好像是挨打了，其实没有啊。无伤的话呢他倒也没有玩的那么变态，就是说我为了这个无伤啊，当然呢你们知道吗，其实无伤最难的地方不在于 boss， 最难的地方在于小兵，尤其是 boss 身边的小兵，这个是最难受的。就好比什么呢，就好比你玩什么东西啊，或者你针对的都是最主要的人物，比如说 boss， 你甚至可以把他的动作呢捕捉得一干二净的，比如说他有什么练什么必杀，起身的时候有什么绝招等等，你可以针对他。但是小兵不是，小兵的随机性特别强，再加上数量多啊，有几个非常难的点啊，咱们大伙都知道了啊。然后在这个过年期间呢，小狼也是年后初六啊回的老家，现在就在老家直播。目前呢这个火车啊高速呢虽然说呢没怎么封啊，这个确实是封了啊，就是但是呢我老家和我住的地方还没有。所以说呢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，就是在这儿呢也就是大伙儿就是响应号召，咱们就居家窝家。然后我呢这个白天呢改为白天直播啊，白天直播的话呢你们懂啊，就是可能并不是什么黄金时间，人气可能没那么旺啊，但是呢白天直播有个好处，就是我狼更骚了一点啊，因为这个晚上对吧，晚上终于可以跟那个狼嫂啥的对吧啊，大概是这个情况啊。好，这个声音小不要紧，你得说清楚啊。现在怎么样？我就听老李完事儿。这个声音这个东西就跟小马过河似的，有的人就喜欢我狼声音，有的人就说：“操他妈，这游戏多好看呀！你搁那哔哔哔哔哔哔，我才不愿意听你的，把你的关才好呢。”那也没招啊。那你要那样式的话，那我就把我的
你就屏蔽一下啊，这没招了，那这咋整？你说是不是啊？然后大概是这个情况啊。然后呢，咱们基本上就这个意思。无伤的话呢，其实啊，看起来很震撼啊，其实很无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做投稿的人嘛，我们这个你看看视频，你肯定看到了啊，小拉标题就是无伤，那他们是不是不会受到伤害了？其实还是有看点的，你会发现他是怎么归到无伤的，包括 boss 对吧？怎么对吧？人家说了，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。也就是说呢，你跟打 boss 的时候呢，越拖的时间越久，越容易出事儿，还不如给他秒了。所以说这个你懂吧？啊，是不是啊？就是大概是一个意思。游戏再来5%可以，我给他加满，我现在给游戏加满了啊。BB 来来，而且我那个我这个声音啊，我的麦克风还没有加强，因为我这个麦克风为啥没有加强呢？我现在啊，就是它能加强到最多能加到30，我现在一点都没加，是三个档，一个是10，一个是20，一个30。如果加了的话呢，这个麦克风会炸，就是会有这种，比如说就会有那种就是的声音啊，我就说了啊。好，20级了，目前已经满了。你可以看到无双版在第一关的时候就多了两个小逼崽子啊，确实讨厌。这个神来必杀是诸葛亮的神技，没有之一。他甚至呢可以在最后的时刻用神来无限去秒这个 boss， 但是呢你得有足够的气，不过有杜康九来配合就好多了。只不过呢，你看你能怎么留？无伤玩法呢，基本上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些血了。你会发现他就这点血，然后也不用问我为什么还费了这么多血了，对吧？基本上就这个情况。然后秒杀 boss 的话，主要是针对这个主 boss， 或者说是你只要打死他能过图就可以。有的场景呢，有一些副 boss 呢，如果他身上有一些必要的宝，咱们就打；如果没有这个必要的这个宝的话呢，我们就不打了啊。好了，这个声音怎么样？我还可以再加啊，我还可以再加。我现在把声音再加一点啊，我再加一点，怎么样啊？就是行就行，不行就拉倒，对吧？不行对吧？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我是生怕游戏声盖过我的，因为在我的工作室呢，其实它并没有那么屌。我的声音好听啊，我个人觉得还是像这种小，这种像自己家里面声音好听一点。因为这个在工作室我研究了一下，你再给你声卡也白扯，就那种懒闲子一样，太旷，哇，太逼。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看看，先不扯这事儿啊。目前宝的话，隐身衣神仙笔，这都是可以清小兵的，清小兵很关键啊。这个一个神仙笔基本上可以秒一个小兵啊，比较屌。好，看看，直接有无双，然后开始秒啊，直接。你们看是到底是声音加大一点，你们说清楚点，我不是说一定要针对这个事儿。我想让大家伙看得舒服。你比如说有人说声音敢不敢再大一点，那你他妈到底是我的声音大一点还是游戏的声音大一点？这就让人很难受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相当讨厌。你看神仙笔最嘚的就是神仙变，这个是贼讨厌啊，对不对？神仙定，神仙变，你懂吧？好，看看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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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好，前手。这个回音，这个确实他妈太他妈讨厌了啊！我感觉就应该还是要单间去录音比较好。这个直播的这个事啊，确实挺讨厌的啊。好，看看怎么说啊？怎么说？现在我个人觉得呢，他走这个路线啊，咱们知道啊，就是无伤的话呢，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，就是说怎么赖着怎么玩，反正是呢，就是你比如说我想通关，对吧？我想这个。对吧？我想犯错误啊，我想玩赖都可以，对吧？咱们也没什么特别的 bug， 主要就是你就是这个道具啊，也是挺狠，尤其是有的地方可以无限不能叫无限搓吧，暴气搓几下能多搓出好几个宝来，对吧？那多爽啊！而且死了，就是他搓完了之后死了，还会再爆一个，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。好的，神仙石，现在已经是快满级了啊，神仙蝎。哎，你说神仙蝎子把蝎子咬死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你说他把这个拿破仑整死了我就信了，神仙蝎把蝎子咬死了，那还有金蝎王呢，对不对？那个白黄速通那个吧有点狗，那个啊，不是，说错了，我不能这么说啊，白黄速通那个我们没获得授权啊，那个小伙伴不认识，我看到那个白黄踏死那个了啊，不认识啊那小伙伴。然后再就是那个什么，再就是那个老李说的那个合金弹头六，那个获得老李的这个间接授权，但是呢我还没有下，
这个知道了之后呢，我就一直从那边就没回来，你知道吧啊，然后就没扯。蓝哥能看见你说话的啊，能看见，只不过是现在没有摄像头而已。其实没有摄像头更好，我更骚，知道吧？你有摄像头的话，我有时候我就让你们看见我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好像我夹夹咕咕的，夹咕知道啥意思吧？就是可能有点放不开。你没有摄像头之后，我刚才那股骚劲儿呢啊，对吧？你刚才没有人，当然可以骚了，现在对不对啊？好你个风流才子小小狼啊，对不对？好。哎呦我这人家都往后退了，你还拿风吹人家，不要个逼脸，我觉得啊。好，当然咱们在这里啊说这个降临，其实我个人感觉我现在挺想让降临打一个什么呢，打一个那个噩梦版的，对吧？他打一首噩梦版的降临，我觉得确实就是我觉得把就是各种人物各种玩法打一球噩梦版的话，是毕竟是新手噩梦，他真的对得起这个名字，你们不要小瞧这个噩梦版，我个人感觉噩梦版是真的新手劝退，这相信我啊，新手劝退的。啊，乐队有摄像头，我极其羞涩；没有摄像头，我实话实说，我都能上天，我告诉你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没有电键啊，对，是降临。好，一手定，再来，要纸吗？我们看看啊，前前锁啊，利用这个小晕眩四招一试，好，然后再等缓过来，啊。他这个四招一式没有办法，不是无限踢的，然后还得等他缓一缓。塞呀塞呀，哎，其实按理说这应该算秒杀的，兄弟们，其实这应该算秒杀，因为他一直被晕，对吧？一直被晕算秒杀，能晓得吧？啊，肥白捡了，操！说那话，从今天夏天开始，我接下来我给你们开户外直播，对吧？等咱们这个肺炎一过去之后，我给你们。再一下直播减肥，好吧，晚上减肥，不是白天减肥，晚上吃播，对吧？这个就是非常好，白天这个内循环，这他妈感觉有点东西啊，对不对？不行，游泳那不行，不让你。你像那种就是白天的话，就在跑步。就在溜达，就在跑到那种就是有小姐姐多的地方，然后尬一下啊，对吧？好，这个暴气，像这种暴气练的必杀，你随便练。这个很多人说他那不无敌了吗？你可以玩啊，这个版本你可以玩。这个暴气包括诸葛亮也是，你就暴气之后你就随便这个雷霆万钧啊，但是雷霆这个烈火燎原太狗了，这个声音吧要炸。那个声音背景都要炸了，知道吗？我他这个设计的不好啊，有点狗。好，你看咱这个斗鱼很现实啊，对不对？咱这斗鱼非常现实，我承认我一三天没播啊，对吧？我三天没播，然后热度层层层从89000一直干到58000，我瞬间感觉到我30000热度没了啊，这个太现实了。也就是说告诉你赤裸裸告诉你，如果你三天不直播你就是这个热度，如果你对吧30天不直播你就跟傻逼一样没什么区别，如果你3年没直播的话，很就人家会说了，谁呀这谁呀，这是我对吧，就我关注的主播从坟墓里爬出来了之类的，像这种感觉我说错了吗？对不对？好，你是50厘米电线杆子那么粗，那你那是水桶，大哥，你那鸡巴是水桶，你有点东西啊！他妈的太狗了，那放假3天怎么说？吹牛逼，你让那些你不用说大主播，就是一些稍微对吧分区能有点小排面的，到对吧？他休息一个星期休息10天，他照样回来热度也加不了多少。也就是说啊，其实我的热度呢只有50000多，那30000多热度呢只不过是奖励的，其实真实就是50000多的热度，我说错了吗？啊，那如果这么样的话就非常现实了，加的那个热度呢只不过看起来比较多而已，对于那些大主播呢他们都是10000几百万的，所以说加了这么两三万或者是对吧，根本就微不足道啊。那这么说我就懂了，我心里平衡了啊。好，我们看看诸葛亮击老黄忠了，
这里面啊，这个无双版有的地方设计的挺有意思的，对吧？又有无将作为 boss， 又有魏将作为 boss， 就没有蜀将作为 boss。不过我想了，这个蜀将作为 boss 有点过分了。你比如说，你像这个黄忠啊，黄忠投降刘备的时候都已经是长沙那个时候了。我实话实说的，这不搞吗？这怎么还打黄忠呢？关键还有赵云，还有马超。对吧，你对马超还能强一点，咱实话实说，但你马超为什么会在夷陵之战上有这个马超呢？有点狗了啊，马超都已经降汉很久了，不要个逼脸了，有点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不扯这个事儿啊，毕竟就是为了加这个难度，像这种人形怪啊，这个新手不会打。咱们做无伤玩法呢，其实就是要保底，所以说怎么赖怎么玩。你们看无伤呢，你就会发现其实是最无伤是最容易就是当做教程的，就新手来当教程，为啥？这无伤啊。好，哇，白象方便面，哎，白象方便面，黄石公，哎，那个鹰很讨厌啊，一个神来，小黄叔，哎呦，那个鹰，二哥，三弟啊，还有这个军师。马超、黄忠、魏延，哎呦，人家给人还没尿完呢，你就给人定了，对吧？飞哥说：“我这吃了没吃多少，对不对？”哎呀，夜叉范来，好，来看看。哎，刚才隐约中看见文哥来了，然后又逼逼赖赖不说话，有点东西啊。怎么？哎呦，一手好。上下，兔子都不会说话了，一个劲儿发表情。操，不行，咱这个真啊，我看这个人气显示是949，我他妈现在严重怀疑是假的，因为根本就没啊。你就比如说现在有人说话的话啊，我感觉是啥呢？就是热度啊是骗这个观众的。然后人气呢是骗主播的，对吧？我说错了吗？啊，我在暗中观察，哈哈，你是不见兔子不撒鹰，对吧？不见鬼子不拉弦儿，你是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其实这个版本啊，我个人觉得呢，随意点玩，越随意越好。反正一命通关对于高手来说是最简单不过的事。括弧啊，用诸葛亮，用别的人的话那就得全神贯注了，因为想秒能秒你的人太多了，尤其是那些人形怪，比如什么二哥呀、张辽啊什么的啊，这就确实脑瓜子是嗡嗡的啊，脑瓜确实是嗡嗡的。哎呦啊，小黄叔，这是全是青囊叔。其实青囊叔怎么能做成？对啊，你这个黄了吧唧的才叫太平要术，对吧？天遁、人遁、地遁，这是遁甲天书。这个没毛病，太平要术、太平清岭、太清丹经，这都可以理解。但是你这个青囊书作为攻击性的那个道具，而且还那么屌，还能跑三次，我就觉得有点狗了。他设计青囊书就是加血，金盔要略、青囊书。啊，哎，有没有那种比较牛逼的东西啊？就是说，就是比如说，穿上那个东西之后呢，他会一直回蓝。啊，就是回那个气儿，回的虽然说不快，但是可以回。设计一个这个也挺狠，但是呢，我个人感觉肯定不会这么设计。那不二逼吗？那游戏厅就转币子的。然后呢，你为了那个什么，然后拖时间，对吧？你为了那个，然后拖时间，结果一导致气儿是多了，时间变短了呀？怎么说？对吧？那把时间变长了，那不能，它没有变数池，它不像我做那个《三国群英传》里面有挥体挥技什么的，对吧？它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一个神来，哥，哎，好，一个神来，将军印，这个神来不就是庞统那个吗？真是的，以为我不会呢，是不是？好，无名火。这啥都有身上，
你看这招多赖，这招是定平性的，可以把怪物定在那儿，而且可以让你在后续连击，还不计入四招一式啊，有点狗。一个余孽赶紧捡起来，四五六七八听，好，火箭不吃了，火箭清囊书，火箭不吃了。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啊，有冰剑，有一手太阿剑。火箭的话呢，其实按理说啊，是火箭打这个左慈吕布什么的，但是这个版本我觉得火箭确实用处不大啊，冰剑和电剑的用处我个人感觉是比较大的，但是他又没有捡这个电剑，说明他不是用电剑来打输出主力输出，而有一手太阿剑，然后配上一手冰剑，然后就看情况，因为电剑的话呢可能现在没有宝格你知道吧，那如果说宝格的话，电剑的话它毕竟杀马比较好。这个版本在早期我玩的时候马特别多，全平马，用这个电剑啊就非常爽，一手无双必杀秒掉一个马就可以了。啊，一手神来跳 A 上下手，来起身，像这种血格的 boss 随便打你知道吗，这时候血格的 boss 一个斗，小狼你好你好你好，柱哥都已经窝家窝九天了吧，我家我的。好，看看一顿上下标。这个他这个准度啊，这是一点都不准啊，这个。好，这个许旭的弟弟许褚，看看确实屌。一手电剑要吗？没有要的机会。地盾书都捡。好的，电剑就电剑太狗了。这个干将啊一点牌面都没有，看不见。干将一点牌面都没有。真是啊，好，在这里放了一手封天化戟，然后下来的是传说中的赵子龙，长山赵子龙。这个赵子龙好像是个疯子，好像是真的，这人疯是肯定是疯了啊。天下无敌。哎，怎么？哎，不对，这俩人还能变，我真是。真的是吕布啊！啊！对，赶紧把这玩意儿倒一倒吧，留一手电剑，它不香吗？对不对？一个多，好 ，A 一下隐身衣要锁，暴气，他，哎，以前这个地方是什么道具啊？大伙都知道是杜康酒，但为什么在这里给他一个小傀儡娃娃，给了九个纠缠？给九个雕。哎，我才发现一个事儿啊，你们知道我玩那个三国群英传吗？我玩那个三国群英传啊，它特别有意思，就是里面有一个道具叫美女，可以给这帮人加这个忠诚度，但是呢你们可能不知道啊，除了忠诚度和士气之外呢，还有一个东西叫疲劳值，这个疲劳值呢可以加这个士气，两点可以换一点士气。然后呢你用这个美女的话呢，你就会发现呢它是加了忠诚度，但是呢它疲劳增加了，就是明显就是累了，就送它美女然后累了。这个为什么呢？这个我不解啊，这个我玩我不解。然后有的女将呢一旦这个对吧你招降她，然后呢她不降，她就会说啊大丈夫死又何惧啊，怎么怎么地啊，你别费唇舌了，大丈夫死又何惧。一个女的，然后女将你也可以给她赏给她美女，然后也是加疲劳度，这玩意儿有点东西的啊。对啊，就是用貂蝉把貂蝉给貂蝉了。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有没有人可以解释一下，是吧，用貂蝉是吧，不是貂蝉用貂蝉把貂蝉给貂蝉了。太狠。好，这个地方要等一个弩兵，诸葛连弩。这一阵儿啊，玩这个那什么啊，玩这个三国群英还是挺好的。我确实研究一下，很多人说，哎，小狼你玩了这么多代，对吧？你往后玩一玩啊。我实话实说，我玩之前有的时候呢，比如说小时候玩过，我就不看了。但是我没玩过，我就会看一眼，然后我就研究了一下，我就是看，甭管后面的多华丽，我觉得经典还是二，就是什么。七呀、啊、我都看了，真的就是
就是不如其二兄弟，也不能咱也不能说是因为，这可能就是每个人他不一样，可能就比如说像有的人喜欢玩王者荣耀，有的人就喜欢玩拳皇，对吧？有的人喜欢玩英雄联盟，有的人就喜欢玩 DOTA， 你这个没有办法啊，他就会说，是吧？我是这个意思啊。如何卡张辽一直不会？你首先学会如何卡兵啊，就会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一个小风吹一下，丢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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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我这娇痴，感觉这不怕把自己砸死吗？这个好卡住了，你看这个卡住这个是真狠啊！咋想？我感觉他特意就是这么设计的，一个洞。这无伤啊，你们想啊？一个洞啊，一个神来也无所谓，一点，哎呀，就打了一点，好恶心的啊！他叫的有点像恩来，真的叫的有点像恩来啊。好，他这一点特别有意思，用四招的最后一式，然后呢，在他让他空中强制反击，结果呢，他还是要被咱们的无敌的这个无双必杀打中，从此呢解锁了四招一式，还可以再继续来，就这招比较赖。好，一首援军令，传说中的夏侯渊啊，我这有点，这魏延的牌面一直都不高，对不对？帮帮帮帮帮帮，喜欢玩 TNF 的我都没提一嘴，我玩 TNF 我就服了，我玩 TNF 吧，主要就是因为啥呢？因为这个两件事，第一呢就是被盗号啊，第一就被盗号的人给我整的失去乐趣了，然后我不得已之下才开的挂。这个很多人说小狼你开挂你还说人家封你号然后还说不好，我告诉你是真的是因为我开挂是因为不把我号封了，因为你也知道没有装备刷不了图，我确实穷啊，那你说当时也没有什么5173，当时也我也不会用，对吧？也不知道怎么交易，也不想交易，也买了时装也没有用，你拿一套上件套子内心就不爽，每天的疲劳你还刷不完，就干脆上挂吧。然后一上挂之后呢就死循环了，对吧？被封了不说，还更容易被盗号，你们懂吧？啊，但是我怎么被盗号的我就不知道了啊。我甚至我有一次被盗号，我都有那个什么动态密码，我都有，但是我还是被盗号了啊。好，这个曹操不打了，其实这个曹操不要去招惹他，因为他报不了什么好东西，因为他那些报那些东西比如说兵谏吧咱们都有，无所谓的，对吧？好一个太平清，太清丹经，太平清理，太平要术。貂蝉不打了啊，貂蝉不打了，不逼逼来来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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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小曲儿啊挺嗨的啊，小曲儿一放就是嗨呀。好的，这个基本上啊，很多人最难的地方在哪儿，其实我并不觉得是在最后，因为你在最后的话呢咱们会攒很多的余孽，你想一想有那么多余孽玩个屁啊，对吧？余孽配援军令也行，或者是一顿大神来，留到最后留九个杜康九，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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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KOVRS 诸葛亮，对不对啊？退出了退出了，我跟他聊了啊，这种情况下就让他冷静冷静啊，这个就是冷静一下就好了啊。好，一顿小张灵剑，有的时候呢是要冷静一下啊，不要着急，知道吗？好，汝等有如丧家之犬，这牛逼让你吹的，这陆逊是真能吹牛逼。刚才我这关键是你陆，关键是你吕蒙，你陆逊吹什么牛呢？对不对？好，要说句实在话啊，其实这个吕蒙啊，这个小线条，你看。啊，陆逊是小怪，一个小逼崽子怪啊！这个还以为是个高手，不愧是过江龙。好，呵呵呵呵，
没有，就是有几个可能有贱逼，然后说那个啥，说康宝不在了，然后是不是死了什么的，然后就急眼了吧，然后就急眼了啊，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其实呢，我个人感觉好像还有一点小误会，比如说那个有人拿他那个空间的图，然后去搞事情，后来他觉得哎呦忘了，陌生人也可以看十张图片，一下就尴尬了。没事儿啊，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东西啊，这个女人得哄，但是你不能着急哄，对吧？虽然说错不是我犯的，但是这个我得去，对吧？我得去善后啊，因为毕竟是我的后宫嘛，对吧？然后那个你们为什么要那么着急呢？反正我都跟他讲过了啊，性格倒是不错，其实主要是想退圈，因为这个你懂吧？啊，还是这个意思。我现在我告诉你啊，哇，哎，这个这两天也是啊，逼逼赖赖，我都怀疑我可能回不去牡丹江了，怎么办？我要回不去牡丹江了，你们怎么说啊？好，一定上下手。余孽，小毒镖，这个毒镖啊，包括毒瓶，就是你能毒这个，哎，你这个毒动物也好使，那你毒那个蛇啥的好不好使啊？这我咱就不知道啊，这毒动物也好使。这个毒呢是这样的，你比如说啊，咱古代的时候用那种剧毒啊可能比较少，但是什么样的毒呢是让古代这个医生什么的一点招都没有呢？就不是说你们说那个什么鹤顶红，就是砒霜什么的啊，就不是这里，不是这个，也不是什么蛇毒啊什么蠕毒啊这些提炼出来的东西啊，什么什么之类的。我就听说啊，最简单的一种毒就是拿这个人类的这个粪便然后泡过的，咱这个不是为恶心，这是真事儿啊。然后比如说那个弓箭什么的啊，都拿上那个人类的这个粪便，然后泡过那个箭头，泡过之后呢，它上面就有很多的细菌或者感染，就一旦打出伤口之后啊，咱因为古代的时候消炎能力就是杀菌能力啊也没有那么强，一旦你对吧，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无菌实验室，全靠自己身体的东西，还会留后遗症，所以说啊，一旦整不好了之后就会嗝屁了，你懂吗？这个最简单的那种毒箭啊，所以说按照我个人理解，可能关二爷中的那个箭可能就是那个毒箭，也许可能大概是，对吧？这个就非常讨厌了啊。据说咱们在这个二战时期打这个小鬼子的时候，咱们的这个啊一些什么区大队啊、县小队啊这些，都拿一些这个不是质量不是那么好的炸药，因为这个炸药并不是特别好，这个所以说呢炸不死人，但是呢在能炸伤就行啊，就是抹上这个粪便，这个有毒啊，这个啊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还有人说什么？据说啊这个。被动物咬，包括被蛇咬啊，死的几率呢，比如那么大啊，可以治好，可以及时救治。但一旦被人咬，咬的伤口很大，甚至是那就非常非常毒，一般的药都不好治。就是人比动物还毒，据说啊，当然这都是据说。现在这个也没有多少咬人的，而且人真是下决心咬，你再咬也咬不出那么大的伤口。对吧，这个因为你牙毕竟是有限，你牙都大板牙，你像你狼哥这牙真的啃个苹果都费劲，你让我啃人那怎么下得去嘴啊，真的一口下去之后瞬间就炸了啊，那得多恨的，那得真的那就感觉就是感觉把媳妇抢了那种，对吧？真的就好像就是把他媳妇抢了，然后那你才能下那么狠的嘴，那就没招了，那不可能了，就好。我们看看这个一会儿，目前为止啊，确实挺狠的，500万已经加满这个，已经加满了这个人了啊，六个人。你们看啊，无双版一命通关就是人物乘以六的，这个不用想了。然后无伤的话呢，目前就是这些血。其实我个人感觉啊，到20级之后呢，可以找一个地方给他吃上血。反正无伤是不挨打，又不是进血嘛，对不对？主要是有很多人有强迫症，就觉得哎你费血了，哎你费血了，哎老有这样的啊，就是，对吧？好，山下一群鹅，须一生赶落河，河边捉鹅一肚饿，吃完回家。好，一个神来。
直接搞死。这陆逊啊，我个人感觉还是这个地图啊，其实挺难的。主要是你看你怎么搞啊，针对性很强，小兵啊千万不能被他抠住，你要抠住往死了打呀，往死了钻呢。哎，你看都有这种人，你干哈呀？何苦来了？人家过一会儿才出来呢，出来了还点，嘿嘿啊！你看还得放个毒，还得放个无敌，对吧？一个毒上了，没事，没开摄像头。啊，你不是没开摄像头，甚至是没有摄像头，这摄像头不好使，不知道为啥呀。我刚才他是好使，但是就是电脑跟他不好使，他连是能连上，就是不显影，太难受了啊！我为什么要继续念？试完回家玩电脑，好，你看说的就是恩来吗？诸葛亮有一个名刀，你看诸葛亮起身名刀，好，然后捅死的就直接捅死啊，这就赢了啊，拜拜了，不玩了，不装了啊，对吧？好，四剑，咱们这个有玩那个八星八剑的啊，八星八剑，还有玩九剑的，我记得他们玩那个九剑陆逊也挺有意思。什么叫九剑啊？当然呢，最狠的是九把爆剑啊，还不是说九把一样的剑，就不一样的剑，是九把一样的，全是爆剑。什么叫九把？因为你手里还拿着一把。当然啊，这个版本是全人物可以拿的那个版本啊，并不是这个只有诸葛亮和马超才能拿。除了火箭，另一把是什么剑？火箭、冰剑、电剑、泰戈剑、普通剑，还有那个莫邪剑。莫邪剑是原创的啊，不是官方的。听人说这版本有手就能打通关啊，是有手就能通关啊。那你开车据说对吧，你给狗配个方向盘狗都能开，对吧？你这对吧，那还有好多人考不过驾照呢，怎么说对吧？这个说是说，说的可就跟小马过河说的可容易了，对吧？哎呀，那这怎么的，那你玩的时候对吧就不一样了。其实吧，真没有大伙想象中的那么难，哎，但是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简单。主要这个版本啊，你看现在这些高手都是玩自我封闭型玩法，就是进这个进那个的。比如说我进什么？我进这个，我进地，你试试啊。好，来，你玩，我进地。啊，逼逼来来了，你再牛逼，你来你试试了，对吧？你就懵啊，你就得玩点貂蝉啥的。你玩诸葛亮进地，脑瓜子就大了。对吧？那你要如果说你像比如说还有你像这种进地进血啊，我进地进血，那就更嘚了，那就炸了，直接就啊一臂通关都那就对吧，自我封闭式玩法。你像还有这种就无伤玩法就好说了，就尽可能保证自己一点失误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小狼能跟高进赌一把吗？我赌完了之后，斗鱼超管就得给我一个大嘴巴子，然后告诉我跪下喊爸爸，喹完了之后呢，给我扣了扣我三分，然后告诉我解封了，然后我会直接公开发一个视频叫，对，我以后再也不会那么猥琐，我会像这帮主播这样奔放，什么千错万错都是我小狼的错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再玩这个王牌对决了啊，请大家伙原谅我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好了，音乐可以关了，就只能是这样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看看，嘣嘣嘣嘣嘣嘣嘣，太平清理，一顿小雪花，好，这个比黄盖血还多的神鹰在这里。诸葛亮不要装逼，这个是你知道，鹰是所有，他就攻击手段只非常单一，只有这一种，但是他非常的迅猛，非常的快，太清丹青，哎，他这个就有点东西了，把这帮人变成小动物了，好恶心的这种人，傀儡麻麻，好，黄盖都老头子了，这还能傀儡麻麻呢啊？是色鬼，对吧？不是说吗，无论是二十的还是八十的都喜欢二十的，对吧？你狼哥就不一样，你狼哥不仅喜欢二十的，还喜欢少妇人妻街头搭讪被道德出解禁啥的。
好，我们看看这个黄盖啊，就赶紧秒了这个黄盖就 OK 啊，无双吧的，哎呀，你要死啊！好，为了节省这颗气啊，我觉得真的是啊，直接聊死，鹰走吧，对不对？动物被傀儡娃娃那是怎么了？就神仙定呗，那就是。关键动物也有心呐、啊，是不是？找个水母没有心脏的那种，对不对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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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好，五虎上将，关张赵马黄。小的时候我就说关张赵马黄，这马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我们那个一些泡子啊、河啊什么的里面就有这么一种动物，就叫马黄，它就可以钻到你皮肤里面吸你血，就是马黄啊。核弹、坦克、跳不离机，诸葛剑有冰电爆是怎么回事？这个不一样啊，你看啊。咱们这个三国战记呢，毕竟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呢？它是一个以历史为背景的一个动作 ACT 游戏，这里面就会存在一些异于常人的东西，比如说三国演义作为一个小说，它里面也有很多不符合史实的地方，比如说武将单挑啊，什么骑马拿双手武器啊等等，咱就不多解释了。也不光是诸葛亮这个电剑呢，隐身衣啊你解释不了，但是你多多少少你会发现一件事，他可以拿这个事儿来做文章，他就是玄幻的小说在这，那西游释厄传也一样，人家就是玄幻的。而这个合金弹头呢，它毕竟啊还是借鉴了一些啊现在的这些什么装备呀、武器呀、什么载具啊，包括有很多机枪啦、傻干啦、大型燃烧弹啦等等啊，毕竟是稍微有点科技感。关键是这个坦克为什么会跳这个事儿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而且你可以整出，你比如说你像合金弹头五里面，对吧？合金弹头五里面不就有一个坦克？那个坦克呢，可以趴着走，可以站起来变成变形金刚，还可以跳起来之后一个喷气式往上喷，这个都可以理解，对吧？现在也有这种技术，造价虽然说很昂贵，但是未来我们知道很常见。但是那个坦克它就一个履带，它什么都没有。他是怎么蹦的呢？我想问一下，你给我翻译一下，就给我解释解释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太清丹精，不是蚂蚱子，水里面的叫蚂蟥。那个你们看那个《第一滴血四》里面不就那个是《第一滴血四》啊，还是啥来着？啊，不是四，反正是那个 Rambo 被抓起来之后呢，然后关起来了。结果呢就有一些东西就在他身上吸着血，但是那个都是很弱逼的，他不会钻到你皮肤里，而蚂蟥是会钻到你皮肤里的，甚至还会出现什么问题呢？就是你拔不出来，你拔出来之后呢，他头还在里面啊，他还没死，生命力极其顽强，懂晓得吧？啊，滴滴当当咚咚当当，俘虏娃呀。好，看看啊，咱们既然打无伤，他这些盾书啊，我觉得清兵这么一看的话啊，这个小太平清岭，小的时候最认为太平清岭最没有用，除了刻盾书没啥用啊，对吧？或者说你拿它来打小兵有点浪费，但这么一看的话，太平清岭还算可以，因为毕竟呢，它你看持续时间很长，对吧？只要下雨就可以把兵一下就秒掉，你看第二波兵也能秒一秒。你看他就是没刷，有的话照样可以秒的，对不对？听听听听听听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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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魏延要死，好，结果就直接，哎，好。这里面还是有一手电剑，我告诉你，电剑它刚开始不要，是因为它保它不够格，现在它必须得设计这一个，两下就死了，直接秒。电剑是狠啊，严格意义上来讲呢，其实这个啊，也可以算是秒杀的，因为如果按照广义的秒杀定律呢，就比如说三二的定律，就是三国战记二的话，它广义的定义是这样的，就是说对于这个 boss 不可反抗。
这但是呢，又有很多人说，那我尾联的时候 ，boss 也是不可反抗的。虽然说他反抗了，但是反抗无效，算不算秒？那这个我感觉没法说啊。一个就是无限晕音算秒杀，对吧？无限晕音算秒杀，那给他变成小动物是无限小动物呢，对吧？你比如说，曾经不是有这个 TAS 作品，就把这个貂蝉和左慈变成小动物之后呢，无限的利用起身这个灵针压制，保证他起来在打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变成这个人物形态，一直是小动物的时候被捅，一直被捅，一直捅，通通的通通通通通通。余孽，好，上下手，像这种无限连击你随便，这种无限连击的话你就随便玩，无所谓，谁会爱上谁。无所谓，这样声音贼可爱啊！好，傀儡麻麻，哎，这个准度我是真服。虽然说这个必杀浪不浪费无所谓啊，它浪费了大伙的宝贵时间，对不对？但我就对这个穿越小说吧，我觉得就是。贼无聊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动不动就穿越，对吧？遇事不决就量子力学，我是真的有点过分啊！这不是咱不知道，逼逼赖赖的大概就是。好，放杜康酒的一瞬间还能瞬间取消啊，这有点东西，对不对？以前玩这个什么装备都不拿，照样通关。它这个版本一直在更新，现在是真的难。很简单啊，如果你没有招安，没有加持器，你都不能一命的，知道吗？你甚至你得有加持器，否则时间不够啊。怎么说？你说你怎么停留了？就还要我去求你说呀，对吧？这张飞这肾功能非常齐全。好，一个擦澡巾。起身速，哎，起身时间快，还反而还不好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没有加持器，你就给我一命通关，我瞅瞅，小东西，啊，你搞我，对不对？白扯，对吧？我们俗称为就是白扯，丢不丢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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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好，二哥，给你介绍几个丰满的美女，没有用，你现在给家窝着吧，给你介绍美女有啥用？咋你能干呢？真是，你有大胆的想法，你先把门儿出去再说，门都对吧？行侠正义，连门都出不去，那还混个屁呀，对不对？好。就是无限捅，你看啊，制控能力非常强。诸葛亮拿一把小破剑就给这捅。KO。这诸葛亮身后怎么有一团那筋斗云？你看，这游戏也多多少还是有点图贴图 bug， 这筋斗云一直在这。好，司马懿长得特别像那个《三国群英传二》里面那个贾充。啊。爱心单剑。哎，打的时候真的是鹅的声音啊！傀儡娃娃，玩玩玩，你认真的双手跟着我的节奏一起翻转地球。好，一手定屏，神来再神，三神，这不太赖了！你无限神来玩法呀 ？A 一下神来，然后杜康九神来，啊，再神来。再神来，然后 A 一下杜啊神来，杜康九神来，我是真的泰森的弟弟叫泰赖，学名叫太监，我告诉你，我有这个邪恶的想法。哟，有西瓜，然后就给我一块儿。啊，太贵了，不，
7块钱一斤，吓我一跳。4块不贵啊。啊，还行。嗯。好，就一个傀儡娃娃。一会儿呢啊，大家伙儿听一下最纯正的啊，最纯正的左慈的声音，在公司可能没那么屌，但是在我这儿，我这个就牛逼的要死，对吧？这个算秒杀算呢？当然算了。你说你用不到那么多，你还捡那么多干什么呢？真是的。小的们看招！娘呀！好，看吧。没说的啊，死吧死吧！好，直接捅死，完全不考虑你的节奏，好不好？怼就完了啊。好，来看看783万啊，摊分肯定是摊不上哦。摊分的话，我感觉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玩法，比如说赵云的什么的，但是摊分确实没意思。无双版天王来自于降临，打这么一首。无伤通关啊，兄弟们啊，无伤。但是呢，必须你这个游戏打禁地的话，尤其是最后那个时间不够，怎么说呀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不对？下前地，上下 CCCC， 左右 B， 下上。人物貂蝉，有点东西啊。好，最后也是感谢我们的降临，给大伙带来一个这么精彩的演出。同时，大伙喜欢小狼解说的话，就挺装逼的，点一下三连来支持我狼，好吧？不多逼逼了，啊，不多逼逼了。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估计都已经很多天以后了，因为我要回去才能做，然后再能上传，啊，不多逼逼了啊，大家能理解就好，我们下期再见。